奋斗开始。这一个是末日邪神的，终于重出江湖了。暴风巨神。哦，暴风巨神哦。嗯。这是暴风巨神。对了，对了，绿甲高杰。哦，那不是末日邪神吗？嗯。还是暴风巨神。暴风巨神。暴风巨神，那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暴风巨神很厉害。嗯，你不喜欢天翼战神吗？等一下，我就拿天翼战神那等他死。你说哇，这个暴风巨神很稳定啊。对啊，很稳。一直在那里转转转。对啊，在那里转转转。太厉害了。真的啊，很厉害的小孩。那你要参加全国比赛吗？对。啊，要去日本比赛。在哪里打战斗陀螺？要去日本参加战斗陀螺比赛。啊，参加。喝捏捏组，参加幼稚园小班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还是可爱一班组。不是，战斗班。对啊，他也没有力气的。我吴昕又拿出天翼战神，接下来又要横扫了。3、2、1，战斗！哇，吴昕这次的天翼战神非常稳定，哇，一直撞路边。他一直撞路边，撞撞撞，又加了高速器的高速旋转，哦，你看他一直来回来回，哦，这是你的天翼战神。天翼战神。对啊，天翼战神是攻击型的，攻击型的战斗陀螺，所以好像持久力比较没有那么强。什么？但是如果遇到被他打到的，有可能会被打飞哦。3、2、1，战斗！哇，太大力了吧，撞到你的。